最上男团 Energy 27号、28号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一触即发演唱会，吸引大票粉丝前往朝圣。除了演唱多首经典歌曲，爆红神曲《星期五晚上》更是要来大跳一段16蹲。28号还邀请神秘嘉宾五月天阿信一起合唱，让歌迷瞬间嗨翻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虽然阿信没有跟着跳16蹲，但在最后大喊 Energy Forever 让粉丝非常感动，许多艺人朋友也纷纷到场支持，丫头更在现场跳起近期爆红歌曲三阵舞，坤大也在台上一起合跳，让丫头笑说直接尬舞了。